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甲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台湾，而且亚太各国的这高压氧的医学界这专家，二十四号刚结束是伫基米病院所来举办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心血管而且科学研讨会，以及第五届亚太畅水甲高压氧的医学而且学术会议，共同探讨着合作推动着心血管以及高压氧的医学的研究发展。基米病院院长林鸿英表示讲，海峡两岸心血管的这科学研讨会是一个相当有历史，同时跨学科领域的心血管的学术成果发表的盛会，由着两岸三地的学者专家共同来筹组，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提供着一个交流平台，共同探索着医学创新的这新未来。Scientists and the clinicians from Taiwan to deliver exceptional lectures. We believe this will provide you with a rich.Academic experience. If there are any shortcomings in our hospitality, we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We wish this conference a great success.有感到这跨领域交流和合作会当促进到科学研究的进步，改善到医疗的品质和效果，因此相关单位积极促成这款的活动来举办这回会议，以着心血管医学的前瞻研究和高压氧的疗法的多元应用为主题，吸引到超过300位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参加。南天新闻台谢英空采访报道。